有意置業但是礙於私樓門檻高，可以考慮公屋二手市場。粉嶺華明邨是區內其中一個被納入租者置其屋計劃的屋苑，由七座 Y3 或者 Y4 型大廈組成，提供約5340個單位，是區內規模較大的屋邨。雖然樓齡超過30年，不過單位空間靈活，可以按需要間隔，單位實用面積由100多至500多平方尺不等。屋邨設停車場和商場，內有街市、超市、商店、餐廳和郵政局。想有更多購物和飲食選擇，可以步行5分鐘到比鄰的花都廣場。另外，屋邨亦設有各種康體設施，包括籃球場、足球場和遊樂場，亦有不少休憩空間。華明邨的位置偏離港鐵粉嶺站，不過屋邨內有巴士總站，提供前往沙田、尖沙咀、藍田、荃灣等地的線路，亦有接駁港鐵粉嶺站和上水站的班次。